下班喽。下班个宝宝，现在11:41，然后呢，李佳琦，我们会付你三倍工资的。哦，听到了吗？真的吗？小布，你跟我们走一起好不好？免得到了里面我们两个又怎么怎么样。没关系吗？我们大要磕一次，奇怪怪的。认真的评判一下，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束的时间是早上6点钟。上车，上车。仓库现在多大规模啊？50平米吧。这一段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脚本，就是长直播，想干嘛干嘛。那我忍不住了。旺旺的本色是不能拍的，本色出演真的会把整个公司击垮。如果你没有休完年假的话，可以5倍工资还是几倍工资？那我肯定休不完啊。所以啊，你可以5倍工资，不少。5倍工资也没多少了，我还是希望陪你出去世界各地玩。我说过的那句话，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朋友。休息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为什么要带你去拍摄？怎么了嘛？选圆圆不好吗？怎么了嘛？我就怕圆圆说不出来你是什么品牌。这个是，这个是啊，这个这啊，很好用。他可能一直都每次都是啊，很好用。所以我其实我的专业程度有在提升了。我要睡觉了。啊，那还有一首歌呢？啊，这么久了吗？行，看看男人。看看男人。哎，我想看看你。哎，我们抖音红。哎，哦，我刷到都是中了。你这很帅吗？笑起来很甜。我一般都会。但这种瘦脸应该开很大吧？没有啊，他手路过的时候都没有瘦脸。哦。就是这种，我一般刷到的是肉体。你根本拍不出这种东西。哦。我要拍，我跟你说，整个流口水，大家。开玩笑，正片开始。看一看上海的凌晨12点。到喽，走喽。哇哦哇哦，这个里面还有东西的。你们楼下怎么会有购物车啊？这就是你们家还是共用的？共用的。这种应该可以出那种什么地下车库街拍那种。好，坐坐。饭盒街拍，好做做。嘿、hey, ，我跟你说，忘了从这边走出去，我每天从这边走出去，我会觉得我超帅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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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站到一边吗？我们可以。我们不可以。我们当然可以了。我们平时都是站在一边的啦。那很可怕。不要让别动剧情变成另外一个方向了吗？好紧。我们回来了，李佳琦带我去他房间。不是，拜拜。这是我的柜台，是不是很棒？真的夸张！你知道我们剪这个东西剪了多少吗？把我的兜兜拿了，夸张哎！你这个人真的好可怕，要开很久呢。今天拿一个箱子，把我要带走的东西给我带走，白白的。你是毛病啊！然后还有，你有毛病啊！然后这里还有，你是毛病啊！还有啊！小红书。